生代男演员熊苏毅曾与王凯、陈乔恩合作，在电视剧《放弃我，抓紧我》中饰演孙飞一角，一跃成为最具潜力演艺新人，揽获众多的粉丝。陈英文也塑造过众多各型不同的角色，从《天使学院》的爱情战记到《我的心上人》，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有请